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01期的节目。我本来说1500集会在录一个机器人的玩具，但是我实在是太忙碌了，而且就非常不巧的是，我确实是把它拍了，但是结果麦克风忘了开，对，然后一整个有点小无言。那想想大概是上天的安排吧。那1500集的这个节目序列呢，我们就把它结束了啊。再一直吵1500集，好像非常依依不舍啊。那么我们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做的是 New Age 啊，NA 所推出的这款至今叫狂飙的玩具，给大家取个名字叫做 The Warrior Tire，应该是战士 Tire，还是叫做战神 Tire。然后合绘的话呢，也是很有这种古早玩具的感觉。那包装也是一如既往，非常好看精致。后面呢、看上去就有点宁静中的宇宙飞翔的感觉，我个人是蛮喜欢这个拍摄的风格的。然后玩具本身的话呢，也做得非常的不赖。我们先看一下，一样一如既往精彩的漆面，甚至可以说是我目前吧看过的小比例玩具里头，应该这一款的这种光泽度啊什么的，应该是数一数二的优秀的作品了啊。然后关节的紧实度的话还好，除了这个地方折下去这个地方啊，这也是 NA 很多玩具啊多了这个关节，但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去松掉的一个位置，其他的部分呢几乎都是偏紧，特别是它的手部啊有非常多的关节啊。举例来说，它除了平举之外，它的这个二头肌上方是可以转动的，然后手肘弯超过于90度，那么呢它的这个小臂的部分呢，由于变形的需要呢，还可以再多一个转动的幅度啊。那包括这个替换手的部分呢，在拿的时候呢，拔下来也是比较偏紧的。然后手臂的话呢，由于变形的需要呢，还有多折一个角度，可以往外稍微翻一点哈，算是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加分点了。然后裙甲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可以掀开来，脚就可以往前踢很多了啊。那往后啊，幅度90度，妥妥的90度啊，这是比较标准一点的一个可动，脚踝也有可动。那么呢，整个玩具的质感的话，我感觉还是比较好。然后这个尖刺，头上这个耳朵啊，这样子可以合起来，打开，这像什么巴尔干星人嘛？这个，但这个确实是比较尖一点啊，把玩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。那面雕的话呢，有人说好像不够局部，那我其实我也不太记得它局部长什么样子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格有点像是剥肉的感觉。那菱角线刻得很好，然后眼睛你看到没有？这个血红色的反光。我觉得做的还是比较好啦，然后手后面这个地方，它这里的话呢，跟这个地方是没有结合卡扣的啊，就只能够折在后方。那么背包其实严格来说，背包是也是有一点点背包，但是由于两侧这个造型推过来的关系啊，修饰一下之后，好像背包就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厚了，因为两边啊一起凸起来，它就感觉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大一坨在后面，然后没有什么偷胶啊，这个地方看起来。硬是把它给这个遮起来的感觉。整体来说的话呢，玩具的大小也是挺大的，它甚至比它的一个顶头上司啊，这个 Gavatron 的话呢，感觉要再高大很多。然后如果跟官方的一个 Deluxe 等级放在一起，高度的话呢，如果你单看头顶的高度的话呢，已经非常接近了。然后刚应该大家应该有发现，它的脚后跟这个地方突出的比较少。那这个地方甚至还往上削上去啊，所以它这个人物的站立性的话呢，就往后倒的几率呢是会稍微高一点，但是你只要是要把武器往前放一些啊，把这个重量呢稍微均衡一下就没有问题了。然后武器一共有两把啊，第一把是这个短的一个银色的一个枪，银漆很漂亮啊。那这个拔下来的话呢也是比较偏紧，这个洞跟这个枪的一个大小的话是非常紧实的。那你可以换上另外一把这个紫色的大枪。紫色大枪的话呢，我觉得握持的一个力度是比较刚好的。那么替换手的话呢，只有手掌跟拳头。那由于变形的时候呢，我们还是方便用拳头来做一个展示啊，这样子，如此这般。当然，你也可以让它做个双枪侠啊，这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样，好，OK。那么这里有一个漂亮的肚脐和透明件，还有这个胸下这个地方。那么胸口的话，如果你愿意的话呢，弄个什么贴纸啊，把它弄个派系的标志，啊，这款玩具呢就会非常的有看头啊。我们来示范这一款战士泰尔的变形过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头的话呢，头上这个尖耳呢合并头翻转180度，
后方的背包呢往后推出来就可以了。推出来之后呢，以这个地方作为转轴，翻折180度，然后呢，你看得到的东西呢，全部都把它给翻出来啊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稍微折一下啊，这里会露出一个小凸，把它给抠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起落架啊，记得把它给翻出来啊，这个比较容易去忘掉啊。哎，说比较容易忘掉，其实也只有我容易忘掉。这个地方是一个双动关节，把它往下搓一个下来到这边。那这个脸的话，尽量转正一点啊。这个看上去好像鼻梁的，我都很担心会不会碰到这里去蹭掉。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啊。那只是跟各位做个简单的小提醒罢了。然后我们先把腿给变完好了啊。腿的话呢，我们待会需要这个地方这个洞。那我们先把腿呢给从这个地方打开，然后捏着它往下面这样子解锁开来。这个啊，这是比较省力的一个做法。再来的话呢，就是把这个脚前面的筋部跟后腿部分翻出来。后腿部这一部收进去，这个地方翻过来，往上折一下啊，到这边，然后这个腿的话呢，往前面放一下，先到这里就好了啊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是有一个可以搓下来的一个机构，这样搓下来，待会就是这个凸啊，扣进这个洞啊，各位先知道一下就行了。我们先把另外一侧呢也给变完，这样翻下来啊，这边我们就可以变快一点，给各位看一下，这个地方翻下去，这个紫色部件翻出来，到上面到这里，然后呢这个。一样是往下搓下来，搓下来，然后呢，这个部件的话呢，就推到前方去。再来，我们做什么呢？先把这两侧的腿给合并啊，这里两侧的腿中间啊是有一个结合卡扣的，把它给扣上去。到这边两侧的话呢，由于啊，就是我刚刚提过，这两侧的腿啊，都是可以往下面延伸出来的。那你就两边的一个长度的话呢，搓到差不多，然后就对一下，把它给扣上去。这里先扣这里。怎么有点手残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把它给扣上，啊，扣上，扣上之后的话呢，哎，刚好这个地方也扣进去了，啊，两个形成一个这样子翻一下给各位看一下啊，这个地方，对吧？你合并之后，这里有一个两个小凸合成出一个大凸，扣进这个后面这里，把它给卡进去，这样就稳了。然后这个地方是有一个滑槽的，这是一个滑槽，滑槽往上面提到底，然后呢，我们要把这个凸扣进这个洞里头去，这里。有一个滑槽，但从这边可能看不太清楚啊，翻这样看你就知道。然后在这个地方，这样看得清楚吧？因为我们平常是把它盖起来了，可能各位就看不到了啊。这个地方可以先把它给扣上，我们这个滑槽往上提上来，提到最上面啊，提到最上面。好，把它给扣进去。好，两侧都把它给扣进去。然后呢，这个脚尖是往后面推到这里。啊，整个后半部的变形就算 OK 了。那这个上半部的变形也是很精彩的啊。首先把这个地方锁给解开，然后呢，透过这个地方，把它给往下转下来，再透过这个地方再翻转，再翻转180度，然后呢，把这个后面这个翅膀全部把它给往外面翻出去。你会看到这里是有一个凸嘛？这个凸要扣哪里？扣这个紫色的这个凹。我们把这个物件转过去，透过二头肌转过来，然后手肘。转到可以靠上去的位置，到这里挨上去之后呢，先不要挨好了，先把这个后面的垂直尾翼呢转到朝飞机的正上方，然后呢顺势的话呢把这个拳头啊从这个地方给推到内部去，然后这里再把它合一下扣上去。那接下来怎么做呢？利用这个转轴转下来，这里有个蓝色的凸，它要扣进紫色，这里有个洞，这样子由下往上扣上去。然后这里又一个由下往上的一个卡槽，把它给卡上去。然后这个地方的话呢，再把这个缝隙呢给填进去一点。那么这一侧的变形就算 OK 了。这里也是一样，解开，翻下来，这里一样，再翻转，然后翅膀整个都给推出去。垂直尾翼，注意，垂直尾翼的部分是手臂的下半部，翻出来，它的上下半部是分开的，各位记得吧？然后我们把这个手肘啊，跟这个二头肌啊配合一下。把它的话呢给转到可以扣上去，再来的话拳头我是建议转成这个方向到这边。好，我们就由下往上把它给扣上去，这里由下往上扣上去，这里也是一样由下往上扣上去，这里扣上去扣上去啊。好的，那么起落架的部分把它给放下来，那这个还有一个最后啊，就是它这个地方，它这里的话呢也是一个起落架的一个东西，把它给翻出来，这个这一侧比较紧。好，那么起落架都翻出来的情况下呢，就可以完整的平整的将这一款 NA 所推出的这个战士泰尔
给平放在桌面上了啊，是一台非常帅气的一个外星交通工具。个人的话呢，还是真的还蛮喜欢这个造型的啊。除了说，我是不知道各位怎么看这个地方浅色的这个有点粉红的，跟这个淡紫跟深紫色交错啊，我是不知道这个你觉得这个感觉怎么样？我怎么看久了觉得有点迷彩的感觉啊，会慢慢的好像越来越着迷啊。前方的话呢，这根尖刺的话呢啊，反而是没有耳朵那么尖，而是有做一些简单小处理的。那下方啊，这三个起落架的话呢，做得非常的好啊，很均衡性非常的高。那如果你飞行状态，当然就自动把它收起来就可以了。那么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它这个拳头的话呢是帮我们拆掉的啊，所以你从盒子里拿出来的时候呢，它是没有手的。当然这个手臂的话呢是拳头的状态下啊，你要转成哪个角度当然随便你，那我会觉得转成这样啊，总比你这个拳头有一个空洞在下方暴露出来要来得好很多。那头部的话呢，由于翻转过去其实也就看不到了啊，然后从上方来看就更加的精彩了啊。还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透明部件，那这个看上去啊晶莹剔透，对不对？漆面呢真的也是挺好看，大小尺寸的话呢也是跟官方的一个Deluxe 等级的话呢几乎已经快要差不多大了啊。虽然是叫小比例的玩具啊，但是做的也是非常的精彩，变形呢也是很流畅，非常的有趣啊。手臂的翻转，脚的收纳啊，那么至于前方这个的话呢，反而是因为最近官方的玩具啊有这种很长一叠这样折进来，反而没有什么惊喜感，应该是说设计也是不错了，但是因为玩过官方的感觉，所以就觉得就比较平淡一些。那么总体来说的话呢，这是一款非常非常均衡，而且都是普遍高分表现的第三方作品了啊。人形的帅气度也很好，武器的漆面也漂亮啊。虽然说替换手比较少，但是我个人真的觉得替换手不用太多啊，因为能用的呢，可能也就是只有这一双拳头了。那变形的话也是很流畅，载具的形态呢，可能我是比这个人形态我可能更喜欢这个飞机的一个形象，个人是蛮推荐这款玩具的。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，给各位做一个分享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